别急，节目一开始先介绍唱片，来秀兰玛雅，哎叶若凡，大家好，你好，最新专辑《皮定七》，皮定七，台语专辑，这是北斗七星，对，北斗七星，哦，就是说天上的星星很闪耀的星星这样。Oh. 可是却没有为我在闪烁，怎么会这么惨？就是很哀愁的歌。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啊！待会儿我们会请秀兰玛雅帮我们来唱一下。今天有带一位新朋友来。对对对，师弟师弟，好师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我的专辑衣服很漂亮啊，第一的啊，流行啊。最近专辑是《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玫瑰，也是台语歌，对，台语歌曲。那我唱两句。那我就副歌来一下，请聊。你永远拢是我的玫瑰，无人代替，无人可比。我的心中只有一个你，相逢只有期待，梦中见。谢谢。我想请教一件事情。为什么台语歌大家都心情不好？一个星星不亮，一个你是万不一不，你被炸完嘞。是有梦中见，对不对？然后为什么啊？这个台语歌比较属于跟台语给人家感觉比较诗情画意一点，所以可能就会比较对，比较含蓄啦。对对，好，谢谢两位，请坐。鬼影来去无影踪，灯火明灭起阴风。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来自冥王星的鬼灯奖。今天一开始呢，我们收到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平常收到会很开心，但今天看到又很害怕，就是一个女生的出浴的照片。这是一个女孩子，她在洗澡的时候啊，自己拍要传给男朋友的照片。所以在那个应该叫干湿分离的那个门后面，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她没有穿什么衣服。但是我们在这一张照片上面发现，不止这个女孩啊，大叫的那位，这个男朋友发现这张照片很像一个老婆婆的侧脸。对啊，巫婆。嗯嗯，这个真的是多想了。哦，多想。所以不用害怕，这只是巧合，这真的是巧合而已。这是他那个姿势的那个，这应该是他的姿势，只是巧合而已，所以这张照片就不用太惊悚，对，也不用太紧张，不用自己吓自己，说可能自己女朋友在洗澡，旁边还有老婆婆陪伴。好，不要闹，欢迎第一棒王少。我在饭店遇到。那这事情是发生在一次的这个海外演唱会。的一个饭店里面，那以往呢？请问一下，是183还是5566？这一次是5566。好，我们要分清楚。如果我多来几次，我可以讲每一个团体都有。先讲5566，那这是5566的故事啦。那当车子一开到这个饭店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觉得比较奇怪的是，这个饭店正在拉皮。那我们想说，反正就靠近这个演唱会的会场，所以我们也没有想太多。这个饭店它的格局是非常特别的，它就是一个正方形的格局，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花园，室内花园。我们抬头一往上看的时候，哇，那整个天空就变成小小的一个正方形。然后因为我们出去海外宣传，都是希望可以让每一个艺人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休息空间，所以我们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房间。那我跟许梦哲因为私底下我们常常会联络，所以我们的房间中间都会有一扇门，可以就是互相串门子用的。然后我进房间的时候，我就也没有想太多，就把那个落地灯的灯打开，然后开始准备一些我要准备要去会场的那些衣服啦、毛巾什么之类的。那就在我整理的同时呢，这奇怪了，这个灯啊，就是我唯一打开的一个落地窗的灯，它就突然熄了。那我想说熄了。就是再去把它打开就好了，我就回到我的床头旁边去找那个中控台，看有没有那个是控制这个落地灯的开关。哎，有了，我就按，哎，果然这个灯打开了。大概就弄不到大概30秒的时间，这个灯又突然熄了。那我就觉得奇怪了，这个灯到底是秀逗了还是怎么样？但是我想说啊，算了，因为我们要先赶到会场，那我就不理这个灯了，然后就赶紧去会场彩排。那因为我们很急的彩排，然后
就是明天就要表演，所以我也当下我也没有跟其他的团员去讲这件事情。那回到房间的时候，我正要把这个门打开的时候，我就整理行李，那个登席的画面又突然出现，就涌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也不晓得是我自己的感受还是什么样，我就在我门打开的时候，就觉得心里有点点怪怪的。那但我也不想要自己吓自己，我想说啊，那个灯怪怪的，那我就不要去管那个灯，我在看电视，我就把电视的上面那个灯打开，我就找中控，我就按了那个灯，那灯就亮了。接下来就开始有一些很奇异的事情发生了。那我就在看着这个电视的同时，因为我其他的灯都没有打开，那只有那个电视上面的灯是开的。我就在看电视的同时啊，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筋不对啊，我就这样看着看着那个电视啊，我就心里突然有一个声音想说，我就慢慢的眼神又往上飘，然后看着上面的那个灯，那我心里就想说，我该不会电视看一看，然后上面的灯就突然熄了，在熄还没有断句之前，它灯就突然熄了，我的全身的就开始起鸡皮疙瘩，然后空气就瞬间凝结，然后突然就有念头，我心里想说，应该是他们觉得我应该要好好休息，不应该再看电视了。好，既然这样，我就立马赶快把电视关起来，因为我不想要再去想说电视会不会自己关起来，我就自己就先赶快把这个电视关起来，然后我就赶快躺平哦，棉被盖起来，我说好，那我睡觉，我就不看电视了，好吧？那我就今天好好休息，就照你们大家的意思。然后我好不容易就是真的入睡了。那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就真的很气啊，就是我好不容易已经睡着，因为其实那一天大家都很累，那许梦哲就很无聊，他就开始踢我的床，砰！哎呦，我说我心里的，当然我没有讲出声，我说许梦哲你不要闹，我要睡觉。然后我就把整个棉被把我整个脸盖住，这样他就砰了一下，我说你真的，然后我都不想要理他，我就翻身，就是整个把我的棉被盖住。然后他就很贼，他就想要这样靠近我，跟我的脸贴很近，而且贴非常近，因为我就感觉到他就是要捉弄我，就是脸贴非常近，非常近，非常近。我不管，因为我真的很累了，而且我也有受到指示说我应该要好好休息跟睡觉，我就真的压根也不管他，我就好好的睡了那一觉。隔天早上，我在面对大家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这个昨天我的房间发生的事情。我说，哎，这个饭店真的是超科技的。他们说怎么说？我说你们的灯是不是它有一个计时器？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时间，可是你一开它，这个时间一到它自然会关。那其他人讲说没有啊，我们的灯要打开就打开，要关就关，不会自己关啊。那我就跟他们叙述了我昨天发生的事情。然后叙述完之后，哎，我们主管就觉得不对劲了。那我说好。我说许，我就面对许梦哲，我说许梦哲，你昨天会不会太无聊啊？你昨天不会累吗？彩排完了，我们今天要表演，你怎么还来踢我的床，要跟我讲话，要闹我这样？他说王少伟，我从昨天进房间之后，就从头到尾我都待在我的床上昏睡，我从来也没有踏进你的房间一步。我的主管哦，听到立马就拉着我的手叫我去整理行李。然后他赶快联络饭店的那个经理，叫我换房间。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个饭店呢，就是之所以会拉皮，就是在前两个月的时间之内，有好多人都从那个饭店的房间往中庭。对，那你下来哦，就你那一间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那一间，但是我的主管告诉我。他说他有一点点这样的体质。他说他在进去帮我拿我的行李的时候，他打开那个衣柜啊，他就说有人就是在衣柜里面。那当然我有跟他说不好意思打扰，所以我从头到尾其实我都在打扰他。嗯，但是他最后我的解读就是他也很贴心，他就叫我早点休息。就
大家不要互吵，对。对对对。然后来你换房间，那个门还打开，然后徐梦泽还是睡在那一间。徐梦泽又去吵另外那个，就是在衣柜里面。对的，这个做艺人呢，其实常年在外，经常去一些各种不同的饭店住。我想多多少少他们都会有这种经验。跟你讲，还是用那一招，起来唱歌就没事。啊，唱歌啊！对啊，起来啦啦啦啦，没感觉，赶快洗洗。OK 的，来，请坐。马姐，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前一阵我不是有讲过，陈老师去大陆不然你要处理一个鸡的，就是有机肥料的工厂的故事嘛。好，那因为这个快要到农历七月了，陈老师前一阵子又去，然后帮他们要安好神位，这样子这一年才能平安的过。这样，那陈老师去的时候，这个大陆工厂这个老板就说，哎，他前一阵子跟人家投资了房地产，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房地产盖好了以后都卖不掉。他们那块地呢，之前是有一栋古宅，就是四合院那种大的房子，就很宽的那个房子，那在那个上面，然后他们把它拆掉来改建的。那当地人不会买，是因为他们都觉得那一栋古宅，其实在他当地来说是一栋非常有名的鬼屋。他们住在附近的人都常常看到那一栋房子的女主人常常在那个附近出现，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经过那个房子，都会绕道走的那个。那现在有建商来投资，就把那个房子给拆了，然后盖成新房子要卖，这样，所以当地人不会买。可是外地来买的人呢，也是不太容易成交，就一直都卖不好，所以这个老板很烦恼，就请陈老师去帮他看一下，这样到底怎么会这个样子。当他们销售中心的时候，进去一看，就看到有两个，不是一个，是两个。看起来是有一点年纪，而且他的穿着打扮都跟现在的人是不太一样的。传闻中只有一个女鬼，第二位鬼影是谁？更骇人的故事马上回来。所以这个老板很烦恼，就请陈老师去帮他看一下，这样到底怎么会这个样子。当他们销售中心的时候，进去一看，就看到有两个，不是一个，是两个，看起来是有一点年纪，而且他的穿着打扮都跟现在的人是不太一样的，就穿着比较粗布衣服的女生，就是妇女的衣服，对对，妇女在那个里面。他们也看到陈老师，然后他们就过来，陈老师就跟他们讲说，他们就过来跟陈老师讲哦，他就说这块地是我们的，没有人可以在这里，侵占我们的土地，这样子，这个地是什么什么什么人的，所以他没有同意，你们是不可以在这里，使用这块土地的，就这样，他还很客气这样讲哦。你听他讲话就知道他是有礼貌，有这个是一个有礼貌有读过书的一个太太。那他就讲说，哦，是这样吗？他就跟这个老板讲说，哎，这个你这块地为什么卖不掉？因为现在我看到这现场有两个太太，好，有一个，这两个太太说这个地是他们的，有一个说他的孩子叫某某某，是他的地，你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是不可以来这里盖房子，随便盖房子的。那个老板一听，哈，某某某，某某某不就是我们那个，他的那个合伙人，就这块地有两个老板，一个是做肥料的老板，一个是另外一个做火锅店的老板。那他说，哎，这个火锅店的老板就叫某某某啊，那他的地他来跟我们合伙是对的啊。他说，可是他没有跟我们讲，所以不可以。那为什么呢？他说，不管怎样，你就要把那个火锅店老板找回来就对了，你知道吗？好，就把这个儿子请回来说，这个儿子说，其实这个房子本来不是他的，本来不是他的。那这个房子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两个太太会在这个里面，而且不肯走呢？好，应该是说这个站出来讲话有两个太太，一个是大的，一个就是很有修养出来讲话这个大太太，这个房子是他的。那他为什么呢？他跟他的先生以前是做这个房子的主人嘛，这个房子本来的主人。然后呢，他们跟他先生两个人在做炮竹工厂，做火药的。
那从很穷很穷小工厂开始一直做下来，他们家一直做，后来慢慢他们的生意变得很好了。可是他先生竟然在外面养了小三，那因为他很生气嘛，就说我跟你打天下啊，好不容易把家里做起来了，你就带了小三，跟小三在外面，而且也不回来。这太太生气，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了。就大太太就死在这个屋子里面，小孩子就没有人顾啊。那他先想说小孩没有人顾怎么办，就请了一个保姆回来顾这个小孩。先生还是跟小三住在外面，还是住在外面。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保姆来顾小孩哦，他就每天睡到半夜的时候，都看到这个大老婆睡在旁边。保姆每天半夜都被吓个半死，不然就是他起来上厕所也会看到这个大老婆去给他孩子弄东西吃啊，或者是这样。那小孩也感觉到妈妈的存在，可是小孩就跟都不会跟爸爸讲。这个保姆一直看到大老婆在嘛，所以保姆就被吓跑了，就不要在这里继续做了。那这个爸爸每次来的时候，他都没有看到大老婆，因为大老婆恨他，就不要给他看到嘛。所以他爸爸是不会看到大老婆。可是所有的保姆，不管换多少的保姆，没有做多久都跑掉了，就对了，都没有人敢在这里住。那怎么办呢？没有人在这里住，这个爸爸呢，只好把他的小孩带去跟小三一起住在外面，这个房子是不是就空了？但有一天呢，这个爸爸在外面的跟小三不是还是继续经营那个炮竹工厂吗？有一天炮竹工厂就爆炸了，爆炸呢又炸死了一个工人。那炸死了这个工人，工人也有老婆小孩啊，那怎么办？他说不然这样好了啦，哈啊，你们也没有地方去了，那这样子你们去我们家的老宅住。他就把这个工人的老婆跟小孩叫他们住到他大老婆那间有冤魂的那个屋子里去，啊，住在里面，你知道吗？他们住进去一样看到大老婆在里面，刚开始也很害怕啊，可是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啊。大老婆就跟他们讲说：“你不用害怕，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住到这里来，我也很同情你们的遭遇。好，你不用害怕，你也不要告诉别人你有看到我，我也不会对你们怎么样，我们就大家这样好好过日子。”反而开始这个冤魂大老婆还帮这个工人的老婆照顾他的孩子，让他可以安心的到炮竹工厂去做清洁的工作，去扫地啊什么的。慢慢这样子就把这个就像平安过了一段时间。平安过了一段时间呢，那这个慢慢的那个炮竹工厂的老板想要叫他的儿子问他要不要去炮竹工厂上班，这个大老婆，这个冤魂大老婆还跟他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应该往上海的方面去发展别的事业，这个炮竹工厂千万不要去。”这个工人的儿子后来就到上海去发展，然后去火锅店学做学徒，最后就开了连锁的火锅店，所以最后做得很好。你知道吗？这个大老婆叫他离开，不要去炮竹工厂上班，因为炮竹工厂后来又爆炸了，变成这个老板跟小三的孩子在那次的爆炸当中都没了，他们的工厂现在也没有钱赚了，又爆炸了，又有很多损失，那没有钱赔。那他就跟这个在他们打扫里面那个太太说：“那不然我那个旧房子就留给你好了，反正他们也不敢来，他们也不要，就留给了他。留给了他之后，这个妈妈就住在这里。等到这个儿子去大陆去上海发展到很好了以后，他就回来接他的妈妈，跟这个大老婆的冤魂一起到上海去，他的事业就做得非常非常好。那他很奇怪，每次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一定会留一个空位，就是给那个大老婆做的，就变成说，其实只有他们看得到这个大老婆。那他们也跟他相处得很好，这个火锅店老板事业就做得很棒。后来他们才慢慢事业做得越来越忙的时候，这个他的妈妈跟就说他还是回乡下去好了，妈妈已经没有办法再帮他了，因为都老了。他们说他们回乡下去养老啊，他就说好，就回到那个大宅。所以这两个妈妈就回到那个大老宅去了，他就继续在上海奋斗，那事业就越做越大。后来有一天到他们两个也相依为命，大概到80几岁才往生。往生之后，他就回去帮他们俩办葬礼，然后把他们就安排到他们附近的灵骨塔。其实但是在这个中间做的时候，过程可能做得不够好，所以这两个妈妈，虽然人走了，魂没有走。陈老师就跟他讲说：“啊，对呀，你把你那个妈妈请走的时候，
你没有跟他们讲清楚，或者是那个在办这个引魂的过程可能出了一些差错，以至于让这两个妈妈都没有被引到灵骨塔里面去，所以就再重新再帮他们办一场，让这个孩子跟他的妈妈们说清楚，请他们到那个灵骨塔里面去啊。然后这个房子呢，他已经跟人家合伙要开始做生意了，再跟妈妈们讲清楚之后，这个事情才解决。就是哦，这个很多人做事情要做一半，对，啊，就做一半，可能你以为做好，其实并没有做那么好。对，接下来恐怖了。怎么会这么流行的人也要来讲故事呢？顺国豪，流行的人应该也会碰到吧。到海边和他换班。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小学同学，我们大家都叫他老张。那这个是他发生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故事。那一年呢，放暑假，那当然台湾的暑假都很热嘛。那老张跟他的妹妹呢，就吵着要去海边玩。那刚好老张他爸呢，知道在北海岸那边呢有一个海边还蛮漂亮的，那边刚好有个内湾，那个内湾呢人会比较少，就是不像一般游客会很多人挤人这种感觉。那老张当然就很兴奋啊，看到水就哇，就赶紧去踩水啊，去玩水这样子。就他就往右边一看，就看到了一对兄妹也在那边玩水。他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那对兄妹他们玩水的地方的水位已经到了他们的腰部了呢？他一看，然后自己又看回自己的脚这边，为什么我这边的水就淹到我的脚掌呢？他就想啊，可能是他们站的地方的那个沙那边有一个洞吧。他才刚回过神这样子想之后呢，一个大浪就扑过来，就把老张整个灭顶了。那好险老张才刚学会游泳，所以他很机警的赶快趁浪盖下来之前吸了一大口气。就他在浪里面打滚的时候呢，因为紧张的关系，所以他眼睛有张开来。老张就看到了旁边那一对兄妹呢，他们也在浪里面打滚。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只手抓着那妹妹的腿，因为那只手是黑色的手。因为老张自己也很紧张，然后也在跟这个大海搏斗，突然一个力量就把他抽出了这个水面。然后等他回过神之后呢，他已经回到岸上了。这个时候就有听到一个阿伯很大声的对他喊话，就说：喂，你们两个怎么这么不听话，叫你们回来你们都不回来，水都淹到你们脖子，你知不知道？老张这时候才回过神，往旁边一看，啊，原来刚刚跟他一起卷在海里面的那个哥哥也坐在他的旁边。情急之下，老张因为又很紧张又很害怕，所以他就想说赶快要跑回他的家人那边。他回到他爸妈那边之后，他就赶紧跟他爸妈说他刚刚差点淹死，好险有个阿北救了他，但他也不知道那阿北去了哪里。就他爸妈就说那此地不宜久留，甚至是太危险了。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了另一边有救生员带着这个救生圈正要冲进海里，好像去救人还是什么的。好，结果他们一家人呢就离开了海边了。晚上回到家之后呢，他们就在看着电视，刚好转到新闻台，然后新闻就播说啊，今天下午北海岸发生了溺毙事件，找到了两具尸体，一具老人的尸体跟一具小女孩的尸体。虽然画面有打马赛克，但是老张一眼就看出来那个死掉的老人就是今天救他的那位阿伯。老张就当下就赶快跟他的家人讲说这个情形，所以过了两天呢，就带着老张去庙里找师父。就师父就说，那天呢本来是你老张跟这对兄妹都会一起被抓走的，但好险这位阿伯及时显灵，还来得及救了老张跟这个旁边的这位哥哥。然后老张就问说，
那为什么这个阿伯会救他们呢？那个师父就说，因为阿伯已经溺毙了很多天了，他也不希望再有受害者的出现，所以他也希望他的遗体可以让家人找到，好让家人放心。这个算是哦，所以嘛，那个小老师常常讲，不是每一个灵界的朋友来的时候都是恐怖的，都是要加害于你的。所以说大家要分清楚，好，还有人家讲故事大声的时候不要害怕，人家在讲故事，两个吓人家干什么？替他突然很大声，对呀，吓，这也在怕，好不好？中气十足。来，请投票，觉得好好讲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还要过关哦。好，来来，四个灯，换位置。游民迎宾仪式。去年呢，我在厦门接了一个就是电视节目，我们大概去四天三夜，第一天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都好好的，然后一直到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我出去跟节目组的开会完之后，回到自己的饭店休息了。那他们那个门是你如果没有锁上的话，过了一阵子他会哔哔叫，那我是一锁，他就哔哔叫，一直咻咻咻咻咻。他说：“奇怪，怎么会叫？”然后我把门的锁一打开，他就停了，就不叫了。我再一锁，又继续叫。我再一打开，他又不叫了。我就这样弄了好几次，我说：“奇怪了，这现在是叫我要锁门，还是不要锁门啊？”终于最后一次停了，谁也不要再叫我出门。我就第二天，我就这样就在房间里面休息。第三天是我们露营。录了一整天的影，然后晚上庆功宴什么都结束了，回到饭店，一进门就是我们的习惯，就是会锁门嘛，一锁又叫。我说好了，昨天已经试了很多次，最后一次总有不叫的时候吧，一锁又叫，再弄大概十几次，终于不叫了，不叫了，我就慢慢的离开了那个门，不叫就好，不要我一碰它又叫，到时候就吵大家不得安宁。那因为就是露营一整天很累了，我想说那就先去洗个澡好了，然后水啊放在七分满，然后我洗好澡，然后就去泡一下，然后是按摩浴缸，所以我就把那个开关打开，然后就啵啵啵啵啵，啵没有几分钟就给我不啵了，然后想说，好啦，门给我这样子叫，然后水又给我不啵了，好了，反正我已经洗好澡，已经有比较舒服了，就我站起来才脚一跨出来我的那个浴缸旁边的时候，眼睛会有那个余光，余光就有瞄到那个我的水，就是那个浴缸的水上面有个那个红红的影子，好像是一个人的影子，红红的这样，然后我就一回头看，没东西。没东西，我就看一下天花板哪里有什么红色的东西，都没有啊。我的衣服也不是红色的，可是我什么礼貌都有做啦，叩进来啊，不好意思啊，我们是出外人啊，什么什么这些礼貌我都有做到。想说我这么毕恭毕敬的，我想他们应该也会很乐意的让我借住一下吧。今天就最后一个晚上了，拜托再让我平安一点，然后就今天住完，我马上把空间还给你们。那一天大概我洗好澡大概已经十一点，才十一点，对我平常来说是非常的早，可是因为那一天很累，我一躺下去眼睛一合眼，我马上就睡着了。睡着之后呢，我的梦境是我看见我自己本身就是在我的那个房间里面，我看到我的行李就是跟我刚刚眼睛张开的时候看的是一模一样的情景，但是我的身体就一直往上飘飘飘飘飘飘到差不多快要到天花板的那个地方，然后我是这样子，然后我是往下看，所以我整个房间都看得非常的清楚。我的床上呢就出现了红色的，真的是一个人，然后床是这样子，这边是枕头，他的头在这边啊，这边是厕所，他的头在这边，他整个人的身体已经横躺在我的就是床的一半，就侧腰边就对了。我连梦里都觉得害怕了，我就哪安呢？因为我以前就是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就是我看到的，就是我梦境里看到，就是实际上它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一看到之后，我没看清楚，还好我一看清楚，他眼睛就张开了。
然后他的嘴巴就是有一点开开的，可能是在笑吧，因为他不会让我整个看得非常的清楚，我大概是看得半清楚的状态下。然后他眼睛一张开，他就看到我了，看到我之后，他就整个人慢慢的飘起来，我在这里，他从那边慢慢的起来，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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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飘到我的这么前面，然后我就醒了。我醒了之后，眼睛一打开，这还是我的房间，还好我旁边没人。但是呢，我的鸡皮疙瘩已经起到我的整个腰上，整个背脊都整个起鸡皮疙瘩，这样发麻，整个汗毛都是竖起的。然后我起来之后呢，我就慢慢的听到有声音从浴室传过来，咻咻咻，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我想奇怪。然后我就慢慢的起身，反正我已经知道有那个就是有人在陪我睡觉，然后我就好，就起来，然后浴室的门一打开，我的那个按摩浴缸，通常来讲不是都只会啵啵啵啵啵，就是在那个水里面，顶多是这样子的起伏而已嘛。然后那个水呢，就是从那个洞孔里面是呈水柱状的，是这样此起彼落。已经它因为它越来越大声，所以我就眼睁睁的看着它是从这个高度，再到那个高度，再到已经离天花板已经只剩下几公分的高度，然后此起彼落在那边咻咻咻。然后呢，我就想说，好吧，这不知道是碰到顽皮鬼还是碰到什么呢，就让他在里面玩好了。然后我就赶快去房间睡觉，睡觉就是觉得最安全，然后赶快把我的一堆护身符拿出来，然后就放在我的枕头旁边，我就抱着我的护身符就一觉到天亮。然后我就回来台湾，也是一样很平安的回来台湾了。然后我就去问，就是平常我就是有缘的那个，就是有修行的师父，我觉得因为我也很好奇，个人也很好奇，我说奇怪了，我很恭敬啊，为什么我还会就是会看到那个就是阿飘他在我的房间里面，为什么还会这样，有一点让我觉得恐怖，这样吓我。他就说没有什么啦，他只是因为你很恭敬，所以他还蛮开心的，他只是显像跟你说你是睡在他睡的那个床上，他只是把他的床借给你，那他也蛮开心的，只是告诉你说他是本来住在那边的啊，因为你要回去了，所以他先从那个门哔哔哔那边让你知道说是有他的存在，然后再让你看到他的人，然后很欢迎你这样，然后也欢迎你回去。啊，浴室里面那个是另外一个。浴室里又是哪种鬼在欢迎秀兰玛雅？我们马上回来。告诉你说他是本来住在那边的啊，因为你要回去了，所以他先从那个门哔哔哔那边让你知道说是有他的存在，然后再让你看到他的人，然后很欢迎你这样，然后也欢迎你回去。然后浴室里面那个是另外一个，那个是顽皮鬼，他到处会去很多的房间这样子玩，只是刚好他就昨天就在我的房间里面玩这样子。好，我讲完了。你还不好讲，你还蛮适合遇到的哦。那感觉你很开朗，对啊，一个正面能量的面对，都很有礼貌，对，就是我礼貌做了，然后他是没有伤害我，他只是让我看到他而已。叶哥，叶哥今天来补充一个什么来，大家听一下，你有遇过吗？有有有，看你那么瘦就知道了、啊，都穿粉红色，一点肚丢哎，肚丢什么？肚丢漂亮女生哦。对，就讲到这个，其实跟我这次专辑有关系。哎呦，对我这次专辑的，你要先拿回去。而且还是我的主打歌曲 MV 啊。对，因为我们这一次 MV 拉到宜兰去拍外景，嗯，那然后因为导演那时候跟我讲说，我们是大半夜两点多去到一个废墟拍。你要记得要去外面的宫庙，就是找师父帮我画个符啊，然后再带个护身符在身上，因为那边真的非常阴森。然后我们一到那边，就比方说我现在站的地方是我要拍摄的地方，镜头在那边，我就看到摄影师的后面，大概10点钟、11点钟方向，一个空格里面一个白色的东西在飘了一下，
然后心里就已经有点毛了，然后就整个手汗已经开始飙起来了。导演一喊，五四三二 ，Action！ 咚！全部灯跳掉，发电机停了，所有机器停掉，现场真的一片安静，没有人敢讲话。然后我就突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从脚底发麻发冷，就一直窜上来。我那时候就请你赶快先默认说，不好意思，我们来这里真的只是，就是希望这里跟你工作，然后希望跟你借个地方，我们不是刻意要打扰你这样子。然后就比较顺利的拍完了。隔几天之后回到公司，然后我们一起看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就问导演说：“导演，那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然后导演一听到我问这句话，他也就傻了一下，然后就犹豫说：“到，感觉就是犹豫要不要告诉我。”他说：“包含他还有摄影师，都看到我身边。”围着一个白色的影子，但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他们在镜头看正常，只是人看着我的时候就觉得似乎有一层东西围在那边。然后导演就说：“你那天应该有听我的话，乖乖去请师傅画符，然后带护身符。”我说：“有。”他才松了一口气。好，他就说：“好险，好险，你有做这件事情，要不然以他们之前拍的经验，我应该会被上身。”对，不是为什么？你是哪一首歌啊？就是你喜欢《魔鬼》，就是主打《魔鬼》鬼屋干什么呢？啊，我知道了，那个绕在你身边的阿飘一定认为你对他唱的，你就是变魔鬼啊你！所以有可能，如果你遇到，你也会这样想，有可能呢。好，来投票，觉得虽然玛雅讲的比较恐怖，请亮灯，一、二、三。哦，来，我。说冒犯的话。这个故事是大概，加起来大概有20年的时间，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是警察。那他警校刚毕业的时候就分发在南部的那个警察局里面就服务嘛。那有一天他在高雄市就碰到了一个凶杀案，那个女生大概才25岁，长得非常漂亮。170公分左右，然后长头发，他就觉得那女生怎么那么漂亮？我问他说漂亮到什么程度？他说当今国内外的女星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她媲美。那我就说哇，那这女的真的很漂亮。我那个朋友28岁，快30岁，然后他自己一个人，他就说哇，这女生真是个极品啊，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就走。然后他学长在后面就拍了他一下，他就觉得。这女生真的很漂亮啊，我说的是实话。我这个警察朋友就很250的说，如果这个女的给我当老婆，不管她是死的活的，我都愿意。在我年过半百之前，这都是极品。就对大体讲了这句话。后来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那我这个警察朋友又调单位了嘛，隔年又调单位的时候，他就碰到一个心仪的女生，他就很想去追求她，因为30岁的男生交女朋友是很正常。然后他非常喜欢那个女生，就约了出去之后，你说你很喜欢的一个女的，如果你们约出去，双方情投意合，可能稍微抱抱啊、蹭一下、亲她都是正常。可是当他抱那个女生的时候，他的眼前就是那个极品的样子，他就吓了，他就把这个女的推开，他心想。不是那个人啊，为什么是出现这个极品的样子？然后他就跟自己讲说多心了，然后当然就不敢继续抱他，就是牵着他在外面走一走逛逛，然后就回去。后来交往了大概半年多吧，然后就有意识想要结婚，那就会更有肢体接触的欲望。可是当他们睡觉的时候灯关掉，他去抱那个女生的时候，他说这个女生的脸全部都是那个纸笔叠在上面的样子。正常我们这样去摸皮肤是有体温的，是觉得她很舒服看着她，等她灯关掉的时候再摸她，全身是冰的。这女生只是问我这个警察朋友说你到底怎么了，她以为她有
障碍，然后他就因为上一次也是这样子，他就不碰他，然后他就想说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我这个警察朋友就跟他说，我跟你讲话的时候都还好，可是我们只要一灯光关掉，我碰到你，你就是没有体温，但你的脸就是我曾经处理过一个案子的那个女生的样子。然后这个女生就直觉反应就说，那你是不是有对那个往生者乱说了些什么？可是我这个警察朋友已经不记得，反正他只记得这个就是一个极品。但是那一天呢，那个所谓的这个极品，他穿的全身都是白色的洋装，所以他就称这个极品为白小姐。那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想说，我们既然要结婚，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给处理，就带他去宫庙找老师去祭拜啊，去做法会，都弄了都没有用。然后老师就说，你不可以对往生者说这些话，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后来这个女生就跟我这个警察朋友分手了，因为没有办法生活。那我这个警察朋友就很 TK， 他就说，好，那我花钱总可以吧。那他就花钱找女人，这个是金钱交易的，不是谈感情的。可是灯关掉之后，那个白小姐的影子又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他想完了，连花钱都不行。后来隔天他又去拜拜，我说的是真的，你们不要开玩笑，他真的又去拜拜，又去找那个师父。师父就跟他讲说，你有跟呛过什么有的吗？然后我这个警察朋友就很努力的回想说，无，我都甲因家人讲，啊，遮尔水，遮尔少年，拢无结婚。啊，若是互我做某，不管是在生也是过往，拢嘛真好啊。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你就是说了这句话。然后老师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说一个什么奇效性？他说，年过半百之前，这种都是极品。那个老师跟他讲，你在50岁之前，你不要想碰女人。可是我这个朋友不可能嘛，他还是再去交女朋友。有一次就交了一个女朋友，就晚上就带去海边。那我这个朋友喜欢潜水，他就说，东西都吃完，他说那他去抓一点东西，比方说抓个小鱼啊，抓什么上来逗逗女朋友开心。他就下去海里面游泳，就是已经天色暗了，他去抓，就抓了两个小小的螃蟹。然后他女朋友就说，这种螃蟹怎么吃啊？要吃也是吃鱼啊，我们可以烤鱼。然后我这个警察朋友又下去，就去，还是抓到了鱼，但是不大，就抓上来。第二趟上来的时候，这个女生就已经脸色变了。你有别的女朋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然后让人家来说我抢了她的男人。女友为何突然变脸？难道她又出来宣示主权？还是抓到了鱼，但是不大，就抓上来。第二趟上来的时候，这个女生就已经脸色变了。你有别的女朋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然后让人家来说我抢了她的男人。谁跟你讲了这样子的话？她说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小姐。可是我的警察朋友并没有看到，这是刚刚这个女生自己讲的，那就弄得不太高兴，就把这个女孩子送回家。隔没几天，她又再去找老师，找师傅，他就跟他讲说，你不用想，你任何一个女朋友都不会成，不管是你爱她，她爱你，都不会成的。那大45岁的那一年，他认识了一个女的，非常漂亮，是一个幼稚园老师。他觉得这女生对他非常好，然后这女生好像也知道他碰到了白小姐这件事情。有一天他就跟他讲说，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事情，因为我愿意嫁给你，我们来跟你这个白小姐沟通。然后他们两个就出去，就去开房间。他们那天真的在床上，他说他才碰这个女生，从摸她的手开始是有体温，到没有体温，到这个女生女老师暴毙，就在那个汽车旅馆死掉。那没有办法，他必须要报警，结果就验尸，然后检察官就说她是心肌梗塞死掉。可这个老师，这个女老师大概才30岁左右，然后我的朋友45岁，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内疚，就不敢再交女朋友。后来一直到她去年50岁了，
他终于结婚了。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这个女生跟你结婚的这个女生，她都不怕吗？他说他已经认识交往，就是似有若无这样子，已经十年了，一直等到他50岁才敢嫁给他。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碰到往生者，碰到大体，真的不能乱讲话。警察先生啊，辛苦了啊、哦！人民保姆，来，请投票，一、二、三，嘿，颁奖。来，今天送您的是啊，就是我，哎，达摩挡煞柱，这很尴尬。我送他这个，哎，回去看下怎么用，自己好好用一下。啊，这个遇到好兄弟可以挡煞，好不好？来，请坐。谢谢。好，我们要调整心情，来，我们来听秀兰玛雅的新歌《天底心》。请求建议。